我不夸张，我个人呐、啊，我觉得这一家哪怕现在这么热，对，要我排队，我愿意哦、喔。我愿意哦、喔，我是真的愿意排队来买口玉。那下次就麻烦你了，一个五位。你死呀！这两面呢，它这个上面的白色的酱是醋酱，嗯，然后下面麻酱混在一起，对，这算是白醋酱跟麻酱。但是呢，这一家是非常多人心中的 number one。真的哦，所以我们真的要试试。好，那我把它拌一下，拌开。我跟毅哥呢都没吃过家里的凉面。对，哦，对。那这样你们吃应该很准，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就是接触过。一个台北人，外地人，是是是，第一次对决。对，我们真的是没吃过，来试一下。这个是小朋友会爱惨的耶。除了有那个麻酱的那个酱香之外，它吃进去的时候是甜滋滋的那个感觉，而且我觉得它的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美乃滋不太一样。平常吃到的美乃滋，它的味道会比较勾一点，可是它是比较水润的感觉。我如果是嘉义人的话，我真的会夏天每天都吃。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热量感觉有点高。I don't care。你每天都吃，回家都想吃。回家都要。真的假的？真的，你不觉得就是真的很清爽吗？好，是香的，这个很有在厉害耶。而且我觉得它完全真的没有什么羊肉味很重的感觉。对，好吃，这个好吃哦。这一个面线就是有够好吃，就算干的汤的都让你两个赞，两个赞。不会不会，不要 cue 我。OK OK OK。有微微的，就是点缀起来的那种辣，就是三不五时这样小辣你一下。它主要真的是那个花生的香味。哎，我这个真的刚出炉，你看还在冒泡。他特别交代我说要小心吃，真的要小心，还在冒泡泡。好香，我觉得有花香味。哎，真的不一样哦，好吃哎。我知道，它那个辣不是说那种辣到爆炸的那一种，很直接的，它是。这家六七十块，这家六七十，我觉得超便宜。六七十，对，因为刚刚我看那个每一张单跟我差不多，三只188，是很便宜耶。三只188，好便宜哦。很大只哎，它这么搞缸哎，我们先不说它多大只，它是真的是从生的这样烤，然后刷酱，你站在原地等要等15分钟，一只才卖你60块。不是，我不夸张，我个人呐、啊，我觉得这一家哪怕现在这么热，对，要我排队，我愿意哦。我愿意哦、喔，我是真的愿意排队来买口玉。那下次就麻烦你了，一个五位。你死呀！